我是兵团叶司令，派来协助要塞起义工作的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上山通知唐炳麟，时间来不及，我有权做出电话通知他的决定。哎哎！
怎么办？我渡江大部队还没等我。 看来，请注意：一中台丁培基，三中台毛杰平，六中台王建奇，现在执行佯动射击计划。丁培基明白，毛杰平明白，王建奇明白。 黄山炮台终于开炮了，参谋长，给部队下达停止进攻黄山炮台的命令。是。他们临打的是什么炮？是欢迎共军的礼炮。 我不同意你去见戴永香。如果戴永香把你扣押，就会导致整个要塞旗的失败。哦，进来。总台长，守备队来电，有一支部队正奉命向我黄山炮台指挥所进发。命令守备队坚决阻止这支部队下山。是。四哥，戴永香好像察觉到什么了，不行，咱们就动手吧。 是时候了，王章同志，你马上带领赵班长和曹虎他们到戴永香的隐蔽处埋伏起来，做好战斗准备，随时准备行动。是。我宣布，湘阴要塞从现在开始起义。 大哥，我们趁他们不注意，咱们冲进去。不行，我们必须要等唐总台长命令，注意隐蔽。 这是二十一军派出的增援部队。总台长，江面上发现两艘军舰正向我渡江部队开炮。副官，到。传我命令，命令黄山、军山各炮台调转炮口，向南闸方向射击。
命令萧山炮台向江面上的军舰开炮。是。哪里开炮？哪里开炮？是咱们的炮台吗？ 是我们的炮台。好，唐炳麟好样的，他终于开炮了。可是他打的是我们自己的军舰。你说什么？他打的是我们自己的军舰。司令，司令，司令，您怎么了？完了，唐家兄。 司令，您坐下。报告。常山、萧山江面已经发现大批共军登陆，共军正在向黄山炮台进攻。是。 今天都是因为你们这些蛀虫，看着他。这电话一不通，也不知道黄山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。司令，这电话线确实被人破坏了，我们正在抢修。 不过，这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啊。看来，黄山现在确实有空军。事不迟疑，我们也管不了许多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启用明马呼叫，请求空军支援。是。这里是黄山炮台指挥部，这里是黄山炮台指挥部，请求空中侦察，请求空中侦察，请你们侦察一下黄山炮台。 以及周边的战斗态势。长官，到，传我命令，向侦察机发出我坚守阵地的信号。是。请接空中侦察部队，请接空中侦察部队。我黄山炮台在坚守阵地。报告戴司令，空军说黄山上没有发现敌情，炮台一切正常。是怎么搞的？难道真是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？你继续和江防司令部联系，还有萧山的情况都怎么样？马上联系。是。副官，到。你马上去找我的警卫班。 传我的命令，马上让他们到我这来，以防万一。是。守备四中队。 还没有到吗？估计快到，再到不到。到都无所谓了。我和丁志攀积怨太深，就是逃到上海，他也会以任用私人做事要塞的罪名把我枪毙。不逃呢，或许还能凭着唐家兄弟的关系。 司令，你去把唐总台长给我请到这儿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进来。总台长。不用。进来。总台长。你们这是把手举起。你还看不懂吗？戴司令他。老弟啊，你现在应该很清楚，我大军登陆已成破竹之势，何去何从，你心里应该知道怎么做。总台长，你是我明白了，我跟着起义，我跟着起义。好，走，带我们去见戴永相。是。天亮了，老五，快去控制住戴永相，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。好，走。我是共产党的代表，江阴要塞全体官兵宣布战场起义，现在命令你缴械投降。这老五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这么回事，我们已经宣布江阴要塞起义，戴司令你何去何从，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那老四呢？我要见他。就是他派我来的，为了今天，我们等待了很多年，所以也劝你能想明白。老五啊，你们在要塞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也是靠你们兄弟的力量才当上司令的。没想到我今天栽在你们手里。既然这样，我就缴械投降。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军人，我只能做这些了。至于你们怎么处置我，请便吧。既然这样，戴司令。不，戴兄，你只有接受人民的处置了。走吧。唐总台长，戏演得不错啊，该结束了吧？可惜还没有结尾呢，你不觉得遗憾吗？结尾并不重要，早在我意料之中。夏处长，你最好小心一点，你的手指一动，咱俩可就谈不了。抓捕游击队的时候，是谁故意开枪走火给共产党报信儿？码头上又是谁故意放走了田天华？还有地雷引信事件、唐炳玉苏州医院等等一系列的事情，每到关键的时候，总会有人暗中帮助你们。这个人是谁？是谁？被动。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在意料之外，
情理之中的。果然是你，我想到了，我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任何人。你告诉我，你也是共产党？是不是共产党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共产党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，这也是历史的选择。蒋家王朝即将覆灭，皮之不存，毛将何以复之？说得好，党国即将覆灭，皮之不存，毛将何以复之？但是我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，我要完成自己的使命。策动下，江阴要塞7000多人成功起义，就是幸运了，太好了，保证了3野实兵团在江阴一带安全渡江，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缺口，他们为大军胜利渡江做出了重要贡献，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好，太好了，好，电文立即转发，江阴要塞唐炳麟同志。是。是不是觉得很意外？万紫千红总是春。我知道这首诗，它的暗语是：一枝红杏出墙来。你没想到吧？其实，我就是江南雨。我还有一个意外。什么？我要去南方了。为什么？我还没有暴露。是组织上的决定。其实我的上线和下线都断了。那一直我都在寻找着组织，组织也在寻找着我。现在我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。我要利用我特殊的身份继续潜伏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我要争取把你忘掉。其实我不想走。那就留下。不行，还得往前走啊。去吧，我也要马上去解放上海了。再见时我做你的下线。那暗语呢？就用你门口那副对联吧。皇府朱门，门内有花，闭门不进。
明知会有风霜，生命也会如火的开放。深沉的爱用无言表白，那平静的胸怀，载满惊涛骇浪的澎湃。荆棘密布的春秋，只能划破你的衣袖。大浪淘沙依旧，你的双眸静水深流，念着你的名字，带我沉融岁月中头，化作满天星斗，你在我心里匆匆。你在我心里。